尼爬坡大舞台，你要有病你就来，这里是贝伊尼的一处网红坡，各路司机在这里趴了窝。有请第一位选手上场。只见一个小型货车一脚地板油冲了上来，一个侧翻直奔吃瓜群众，踉踉跄跄的倒了下去。不得不说年轻真好，倒头呼呼就睡。只见小菊卯足了劲儿，疯狂的冲刺，后轮足足跳起了一米多高，不得不说是真的牛批。接下来有请第三位小黄的车速明显不如小菊，车还没停稳便随着惯性滑了下去，助理在一旁抱着石头就追，这助理真是不白顾，有事是真的上。而第四位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没有开上去，但是高超的倒车技术也是惊呼在场的吃瓜群众，一个侧位停车直接倒车入库，而小白就离了个大谱。只见他前轮升天，后轮急速转圈，差点随机带走一名吃瓜群众，就连超重的卡车也来凑热闹，真是死不了就往死里带。此时的司机大哥右脚已经踹进油箱，一个虚晃差点要了粉色大哥半条命。出于礼貌，大哥上去就是一石头。小黑集合了失败的经验，早已将油门紧紧焊死，一个高抬头险些将门牙磕掉。此时天降大雨，又给爬坡增加了不少难度。第八名即将登台现役，后轮一个亮相，卡车瞬间